说鬼影还蛮好看，鬼影是坐肩膀那个是吧？对对对，因为它是所有，你有看那个？对，没有，我不喜欢。而且你有看过那有美国版跟泰国版？对，泰国版我告诉你，泰国版，对你们三个人要不要下去喝杯咖啡聊一下？不要，我们就在这边把这个事做个了断。恐怖的，我告诉你，因为它跟其他的鬼片不太一样，它是会跟着你。对啊，那个鬼会一直跟着你。你要你还继续好，我跟你讲怎么恐怖，因为他坐在你的，他坐在你的肩膀上，难怪你最近走路有点驼背，吓死我。小硬呢，我先说那个鬼片鬼影那部我有看，是不是是不是最后那一部有多恐怖，我跟你讲超恐怖的，那个门合起来，然后从那个还讲的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，我到后台慢慢跟你讲。我不要啦，我们都是朋友了。我谁跟你朋友啊？那好了，看在我是你长辈的份上嘛。哎呦。